大家好，我是来天津旅游的北登奇哥。每次来天津咬样小吃我是必买，也是童年的回忆之一。心心念念的这一口炸糕，传统口味。咱顺便逛逛古文化街，当时咱们去哈尔滨是不给咱们介绍说北京的马克西姆、天津的几十林，跟哈尔滨的是马迭尔还是华梅，咱们还一个不是四个吗？是不是跟华梅来一个？这可没有那马迭尔的值，马迭尔才5块，在哈尔滨跟马迭尔的味儿差不多，你尝尝，而且比那个马迭尔还小好多，跟马迭尔那个原味的一个味儿。难怪人家那文创有鸡毛掸子呢，人鸡毛掸子是人家这儿一特产，贡掸。这边有这么多相声社团说相声，我都看见好几家了。这几天咱没注意过，今天一看，泥人张、果仁张、皮糖张、风豆张，这姓张的做生意的还挺多的，而且做的还都挺好的。老板还挺实诚，速冻狗不理包子。发现没有，不管是咱们前一阵儿去前门，还是今天来天津这古文化街，要是以前的话，经常看见滴北京烤鸭或者天津大麻花的，但是这两次我看滴的人都特少，可能大家的购物习惯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下一个就是我们了。